你干嘛笑弟弟啊？因为我知道我在。有一个在吃早餐的人。我很早餐。辨认不太出来，但是感觉是南亚、印度尼泊尔啊，或者是孟加拉、斯里兰卡，这一区文化很多元，这就是 Queens 有趣的地方。女巫的罐装的眼睛，你看一下蓝色是什么口味啊？综合的，自己蓝色的还喝的不少、啊。你要喝啊？不要，它是罗勒的汁，而且非常出名。我们在台湾就叫青蛙下蛋那个、啊。这印度超市逛的蛮有意思的，下次来买香料。这条街应该都是印度街。我们可以来吃一个印度菜，下次。这个是什么？什么饼啊？很好吃。今天有什么庆典？应该是 Happy Diwali 啊 ，Diwali 想学吗？不想。不想。我要学。都没有哎、欸，他们好像今天比较不怕，不怕我们。好像是。你们都准备好了？吃了，你怎么吃的？那我棒哦，巴尼，嗯，他是 Kiki 还是 Kenshiro？ Kenshiro， 你干嘛、啊？ Cody 有一个同学叫 Kenshiro， Kenshiro 就是一个电动里面一个很厉害的肌肉男之类的。Kiki 很壮的，对不对？他比较大，他比较大吗？你看那个尾巴的粗细，他这样子就那么感觉有背肌的感觉，很壮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啊不好意思啊，那给你吃。不是，就是他就是会盯一下，先盯一下，然后之后他就会出来跟你玩。你家的外面整个封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常常封街。不是吗？封街习惯了这个。因为他们譬如说有时候是 gay parade 也会在这边啊，最 diverse 什么印度啊，然后 Pakistan 啊。这是今天的主角嘛 ，Taco。Taco 啊。他会来吃吗？因为我刚刚就不敢拿出来。你会来吃吗？你也是来吃的，跟人家玩嘛，真是的。他比较好欺负，是吗？随便弄他都还好。他是会害怕，对不对？他可能跟小朋友比较没有什么接触，当 baby 这样子抱，他感觉很挣扎。他不敢。有没有学到学必杀？他感觉很挣扎。你这样太抱太高了吧？会不会太高了？没关系。然后他下去了，他在挣扎。你们谁要喝雪碧？谁要喝可乐？我要可乐。你到时候我们就喝什么？好。那什么迪瓦利那个是他们的台灯节。印度有一个罗摩王子，他被放逐了14年，然后总而言之，他的妻子从恶魔岛把他救回来之后，全国就是点灯欢迎他回来，所以这个灯会一直点到隔天早上。你看他在凝视着我，他很紧张在看我。你把他带过来吗？哦，那知道，很厉害的都很快。应该是平常有在卖的吧？有在卖的都很快。不过我们那时候想说要买这种大铁旁就可以在家里烤那个烤肉吗？就是怕烟会很大，但是我那天看的有一种是旁边就可以把烟吸进去的。他刚刚从我旁边走过去的时候磨擦我一下，他会把他的那个。身上的味道弄在你身上，他说老娘过去了，他把我撞开的。你是我的所有物，你要不要拿一个筷子啊？做章鱼烧好不好？忙的，很忙，有30个格子。可以啊，倒下去。我要脱皮革。不要，这个没有放啊。我那种有些真的很。哎，那个鱼饺是那个吗？生的对不对？哪里有鱼饺？没有，他说章鱼，熟的。你太饿了是不是？他刚刚拿一个给我吃，吃生的，其他已经可以吃得下去吧？生的好像也可以吃哦，韩国也这样吃。哦，可能那要够新鲜吧？这样动动看，可以。哦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把它塞进去。哎你要，哎，他也会成功嘞！真的，好厉害哦。嗯，然后这个边边啊。边边那些屑，你要把它塞进去。你们两个都成功了。好
好棒好棒，还蛮厉害的。我们就不用转太漂亮，等一下再慢慢把它。到时候再再把面糊补上去，对，现在多丑都没关系。对啊，你把戳五个洞在上面，其实它到时候还是被面糊住。是谁发明这东西的？本人啊。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想到用有洞的盘子装那些东西，可能是有商人想要做一种圆圆的东西来吃吧。香港不是那个鸡蛋仔，对啊，也是这样。他现在看起来都很好，还要再加一次，还要再加一次。那现在加可以吗？太晚了，那一定可以，是吧？对的，我不确定，因为我们家日本人不在家。我想吃哎，吃还没好啊，就章鱼吼，那还没好吗？还没好，你就要等它上颜色，好玩吗？嗯，手很酸，这手脑很酸啊。他们一个是猫，一个是狗，我两派。因为我很懒，所以我不想养。对，养狗你要一直带它去散步。对不对？这样没奶汁。其实看起来很漂亮哎。我应该拿多一点，这样比较漂亮。从我这个角度看，就是很棒啊。好吃吗？很大只。你帮我吹一下。你要去哪里啊？还是一直不要吃这么大口的，太烫。对啊，你要咬一半，吹一吹。会跳多少？会吃。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来，我跟他一起弄就好。我们用一个盘子就好了。我要加这个。我没奶子。可是我手没有洗。我没奶子。那我吃了。你要加没奶子吗？没关系，我要吃这样。吃了。嗯。有鹅呢。不错。啊？有鹅。别动。我也是柴鱼片在天堂肥，这个好好吃啊，对不对？柚子胡椒，好好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最近忽然很流行，那个是福州的名产，很好吃的吧？就是好吃哎，二伯子，它真的很香，我觉得这种东西不错，很解腻。干嘛不拿两颗？我加完了，真的。我发现他们有这个习性，他跟我一样很贪吃啊。我以前这个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是毛起来吃，就有点那种。之后是正大光明的吃。我住完好好的，你过去他就过来了。对，他其实就会先惊一下，觉得好可怕，他们是谁？然后之后就会忍不住出来玩。这是一种贱的意思，傲娇的感觉，傲娇，傲娇。你是猫派的，你要必须笼络猫。我跟他讲，好重，会不会很生气？没关系，我打得过他。他来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他，别动他。那你来摸他。嗯，有你猫派的人来，你摸的方式都好奇怪啊，空手入白刃啊。你把它抱过来，这次做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次很漂亮。那听你们说的。你的零分。十分。我就知道。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你知道吗 ？FBI。Open up。放弃抵抗吧。下面那边有吧。是。嗨。小帅哥来了。Hello。嗨。我就继续做了。嗨。继续做。哎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过敏。我给他吃过敏药。哦，可以。去看他哥哥，不要进去。叔叔在做那个。对，哥哥，对，叫哥哥就对。这边这位哥哥。这边没有 uncle。快递过来这里好了，我跟你那个快递过来这里。眼药水，好 ，OK。你来有没有叫叔叔？不用叫叔叔，没关系的，我们都是哥哥，都是哥哥。好，慢一点。你要去哪里？哎呦，他在谁？太好笑。入定了。过敏。这样子会加精神力。那再喝我咖啡。16。哎，你不吃啊？跟冰水。你怎么不吃？那你要滴哦。你有没有想我？有啊，好，那你过来抱一下，抱抱。好甜哦，你们两个。我们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哈。哎，是不是要翻面了，哥哥？哥哥，你来帮忙翻面好不好？你会翻吗？他们会，我不会。我来试看看。用把它磨破。我一颗都还没有翻过，我就在这旁边一直吃。要不要来试看看？好，我去弄一颗看看。有这么容易吗？哦，好厉害哦。好好玩哦！哇，你很熟练的，是日本媳妇。可以去。章鱼烧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那个平易近人哎。
没想到这么划算，这酱好像有点多。没关系，因为我是准备是来沾一堆的。你们都没有沾一堆的酱，我都粉。啊你啊，我今天做化学实验。你这个很恶心。他这个是还 OK， 但是有没有必要先加在盘子里？你看哥哥才离谱。那这个很恶心哎。没有。那看起来像芝麻酱了。你们要这样想才合理，这些东西到你们嘴巴以后就会长这样。Nope。这跟合理没有关系。可是你眼睛看不到你嘴巴里面的东西。那下次我就回家的时候煮饭就全部放在果汁机里面打，反正就到你肚子里面装。你用珍珠奶茶吸管吃就好了，跟买来烧起来。真的对不对？认真啊！不要脱裤子，我们也要给你看。阿贝教你，我们来当那个台客，我们卷裤脚就好了。好好好，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教一下。没有啦。好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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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啦，哎呦，你看阿贝在跟你玩。你给人家充第几嘞？可不可以？可以。啊，恐惊哎！对呀，你像我这样子卷起来比较不会烫，你看我。你看我也站起来。哎，好看呢。对。哦，帅啊！就是他这件卷起来真的蛮好看的。对啊。它里面那个颜色蛮好看。有些美国人他们好朋友，你来找我，他们过敏这样的感觉，我就哦，原来你看怎么做的？很重，对不对？他等下生气了，不会，他看起来是想做。来了来了，嗨，嗨，你怎么穿睡裤了？我刚刚讲而已。怎么没有这样？他们两个最想要制冰块，爱吃冰块了。我看到你阿贝要刷牙，刷牙，不要看到那个我狂笑。你要吃什么？我刚吃一个冰块。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？哦，这个很好吃。幼稚的，他们等下就会踢笑，把整个脸浸进去。我那时候来，我在他在讲鲸鱼，鲸鱼好像江鱼哦、喔。不知道，我去看一次。你就去下载一下，这个好笑，不是没有，就会这上面我的房就有点像。看那个哥哥在干嘛？他属于会做作一点的嘛，因为他会叫救护车。好了好了，他未来有段时间这边应该都 OK。对，应该很 OK， 没关系啦，哎，男生就是这样。你到底你才知道床还是沙发，他知道，那个是他觉得 OK， 你就知道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要这样，碰过才知道。你打他干嘛？你不要撞。因为男生很白，对，女生阁下好几个，不管哪一国，我以前教。哪一国嘛？就是哎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是这样吗？你怎么在这边？你刚不是在厕所里？比较小，你看年纪大了。你是有摸到吗？可以像香香哥哥，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有类似这样症状，因为这样个性的小朋友他们会跳跃式的阅读。你明明看到是一二三点四五六，他可能就是一二三点五四六。没有，我要找他一起来运动，因为跟他运动，他就是一天捕鱼九天晒网，然后再三天捕网。打嗝没关系。然后我吃完东西我就打嗝。那你还要吃吗？不要。不要吃了。反正我想说，哎。因为我已经跟他试过很多年，所以有点小放弃。试过什么？运动啊！我不喜欢运动、啊。但是他喜欢，他会游泳。游泳也勉强了。但是你夏天的时候都会去游泳，以前在台湾。就跟朋友一起去啊，骑脚踏车可以的。对，是九楼会带你度。他在哪说？买了什么？那个 D 的那个， oh. 对，他们家附近不是那个 D 吃东西，它是有的。对，要摸轻轻的。手伸直，不然用到手指头会受伤。不然手指头会受伤。快的，换你。对，大力一点哦。换你。你看，哇，好厚。你还要吃这个吗？他闻闻看。你看，摸他屁股。为什么会变那么高、啊？他喜欢你摸。他喜欢摸，难怪。太高了。突然变得很高。我摸他，他就跑掉。他说触感不一样，他就跑掉了。手感不一样。他去洗手后，哎，在这里。他摸了猫，去洗手。他看起来很无辜的样子。被限制了吗？被限制，很无辜的样子。好冰啊！可是他在学你吃冰块、啊。你学那哥哥吃冰块的？要刷牙，要带坏，要刷牙的。好了，吐掉，吐掉，吐掉。哦呀！你念错一点，我不要，不好意思，我不需要。你不要，这是你的错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是他们说你。
有点像在钓鱼。因为它那个东西是让你通勤用的，它不是相机在脚踏车。